奇异果大王。阿比，嗨，阿比，嗨，奇异果大王，谁是奇异果大王？我没有要偷人家车车吗？可以吗？你觉得我是会偷人家车车的那种人吗？还是我们问警察？我们问警察。好，那警察说可以就可以哦。好，大家都可以租的，好不好？这大家可以坐吗？这大家今天是礼拜天，不用上课。要上什么课？今天礼拜天呢？Yeah.
去吃了。好啦，现在奶奶泡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。你这么饿，已经饿到这个程度哦！哈，哎呀，公姐安奈啦，他退休了。好啦，现在奶奶泡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！谁呀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收起来，收起来了。